上命显力，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制作，客家宣教神学院录制。爱的主，我有一位朋友，其在这种口中含定运通时出世的富家子弟，虽然从小在高飞的辈状态，不过其从来不知什么是真理。虽然每日有千多年无饭食无散作，但是其在不受食不受作的情况下，从来不关心私家行情，直到其对海外留学转来，自家感觉读书应该算完成的。其个阿爸针对日日晒到日头晒死物还唔放床的赖爷发出警告，阿爸表示已经亲心亲力栽培佢，既然佢已经学成，就应该靠自家成法，做唔得再依靠阿爸管日食饱冇事做。记者通知，对一向本人照顾到好好的其来讲，实在有一些的敷衍。面对一个唔知样办的前途，其唔知应该爱去哪位。在这时，其将想起这一位其亲像亲属又唔甚认识的上帝。故说在其出世以来，其第一拜跪下来真诚的求告上帝。上帝不但允许其的呼求，老其安排其的工作，同时也在其一生的年日度，本其不断的加速实际的神法来体验神的同在。亲生的阿爸做一个智慧的选择，就会将其送向天父的怀抱中，使其莫但将神家立业，还亲自经历了神奇妙的祝福。认识了独一的真神，就是施恩的主，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节讲：“从是爱上主根本的爱，是照上帝的恩典。”这句话敢是同样印证在两位弟兄的生命中吗？当爱注意谈各位弟兄热心的分享时，爱不免被其中的故事吸引。讲到感动的地方，爱就向下焚烧，同心赞美神。爱的心度就想起阿巴拉罕的孙儿以撒的拉耶雅各的故事。根据圣经创世纪的记载，爱就看到以色列人的先祖阿巴拉罕很样板。一步一步的本神应托，行上了蒙福的道路。其离开罗伯五年的时，并不敌摆在头前的是一条样板的路途，但是在其行过的道路上，神总是看顾其一家。本其条的财富非常丰盛，到了雅各的时，那个本神建成的家族已经传到第三代。虽然以撒的一生无马个特别的释放，不过其必定还是传承了阿爸的属灵子孙，信奉独一的真神耶和华。但是身为第三代先民的雅各，多代对这一位看不到、名不到的上帝有几多体会呢？假使其真认识神，我相信其就不会用欺骗阿爸的手段来强求上帝的祝福，促成兄弟关系分裂的家庭悲哀的结局。虽然雅各行到暗样一个凶险的困境中，这位老其亲像亲生分的上帝，撒在面前亲自向其显现的。创世纪第28章12节，基甸
神对雅各讲：“我是上主，是亚公阿伯拉罕的上帝，老亚爸以撒的上帝。我要将你掠下衰的土地，赐给你老你的后代。”然后神要老己立约，将应许赐给己。雅各所想的，回想梦中所见的这一幕图画，心中不免又喜气又出惊。原来其先祖所信奉的神，竟然真经存在，并正式的向其显现。原来阿伯拉罕、以撒的神老其同在，还本其智慧，本其做得更加认识神，老神建立亲密的个人关系。虽然安样，雅各对这一位舒服本人的神还是半信半疑，所以其向神显现，要老神讲条件讲。那是上帝老爱强下，在路途中保护爱，舒服爱识的作的，不爱平安转到故乡。上主确实就是爱的上帝，立着做纪念碑的石头，爱爱上做敬拜上帝的圣所。我要将你书本爱的一切献十分之一本你。这是雅各信仰路程的开始，在其全无帮助的时，神用自家的话语引起其最大的福气，开了其属灵的心门。就算雅各的信心在其时还蛮慎重，但是神已经将录音条训练摄影条一样，本其阳逢打开一角，向电高处出鼻。对比一下，各位弟兄老爱分享的见证，当其爱独立面对神法的挑战时，其老神爱的不是老雅各第一拜读到神的时穷样吗？其爱神供应其十分钟所需要的一切，吃的、喝的、用的，神家所供应其的需要，印证了其自家是其阿公的神，是其阿爸的神，更是在其生命中老其立约得到应验的神。基督徒的属灵生命不会因为岁数的增长就自然的成熟，基督徒的属灵智慧不会因为社会经验丰富来变得通达，基督徒是天国子民的身份，不会因为自家出于基督徒家庭来更加确定。神敬献人、怜悯人、恩待人，完全出于自己的主动，其是一位愿意老人成全的神，所以任何一个神法当中的变动都是神经历爱掉的神法，本爱掉将理智的信仰变作主观经验的机会。爱想雅各也不是进入了阿哥以所，将不得不离开亚爱流浪天涯，神就亲然采其值得依满的安乐调动向其显现。虽然信靠神的人在属灵的认识上是暗淡淡迷惑，神煞没因此来废掉其老其立约的子民，何况神在生命记第五章十节明明因其讲：“爱爱属爱诫命的，爱必向其着发慈爱，出多前台。”所以阿伯拉罕在神面前蒙恩，以自己的后代都因其老神立的约来蒙福。不过传统的并无代表特殊的经验，神爱爱着其渴望老爱着建立专属的关系，所以阿伯拉罕老神的亲密关系虽然在神的应许中保庇了其的子孙，但是继承关系是不能代替其的子孙老神亲自建立起来的关系。除了个人的生命老神的生命相连，那么我们无法确实体会到看不到的神是何等的真实。
当主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他用口中的话语捞出以至高权柄的作为来证明他就是这一位真神的先生。很多人谈到他的头，见到他施行的异能，都感觉稀奇。但是三不见得每个人都晓得把握一生难得的机会亲自来经历神。有一个少年官一心想得运神，故所当主耶稣路过的时，他跪在耶稣面前恳求解释秘法。他是一个完全属立法规条的人，可能他心度上像他安用的人还不拉资格得运神吗？耶稣肯定给丈人心中爱惜他，就老他讲变卖所有的去救济穷人，然后来跟随耶稣。给丈人听到耶稣的话就有效的走了，因为他的财产很多，两个人错过了老祖建立特殊关系的机会。相反的，继续衰污染世界杀不是安样。当主耶稣领导他的时，经验是把握机会接待耶稣，改变了人生的方向。在跟随主耶稣的门徒中，犹太虽然是自家老远神去切特，其他的门徒又敢不是信徒糊涂呢？彼得一向夸自家知道主耶稣预言他爱三百不认主的话应验在其身上以后，彼得将圣经在生命当中老主相会认识了主。多马在理性的困锁中听验不到属灵的实际，所以当众门徒都见证主复活的好消息时，其行是硬强的死都不信，总是复活的主耶稣亲自来到他的中间，特别爱多马照定他所要求的名字的羊排骨，用属于他主树上的当家。这一拜多马的生命总算改变了，他的心态发出负伤讲：爱的主，爱的神。亲爱的朋友，可能你生来就没选择的本人按了基督徒的名号，因为你的家族世代都是基督徒，可能你从来都没谈过福音，但是在福音的机会中，你读到了这一位属生命本人的主。无论是哪一种的状况，我相信从头拜到运营的神都在期待老年建立起专属的关系，和本人在信心地拜亲自建立起弥山老先生。神因此不非特属己的人，他的话语就会完全可信的，愿意从亲身的经历中见证有真有法的神讲：爱的主，爱的神。亲爱的主耶稣，从本日今本日直到永远，你永远都不会改变。感谢你在耐心等候中，用永远的爱来期待个人老年相会。以下我将我的心归本你，恳求你引导我一生一世不偏左右，行在你生命的道路上。信靠你的话就是我蒙福的凭据。奉主耶稣赐给的生命祈祷，阿们。